今天我们又来到了科罗拉多 Veterinary Teaching Hospital， 那这是美国科罗拉多最大的这个教学中心，那其实也是全美最大教学中心。那今天我们会有一台 Big Pop 的手术，那 Let's go。 手术的狗狗是一只英国伯爵犬 ，CSU 的团队正在做术前的准备。从超声画面，我们可以了解到病例的反流情况。红宇 Deep Clamp 也被运用到此次的手术中。手术完成后的超声，我们可以看到 V Clamp 加合的位置。 术后即刻反流的情况得到 60% 以上的改善。那今天通过 V-Club 的手术治疗，我们一只英国伯爵犬的反流得到了极大的缓解。那手术老师Professor Chris 也非常的满意。那今天我们的任务也非常的圆满。那我们的 V-Club 在美国又进了一个新的病例。Hanyu 加油！Hanyu 加油！